山江的花洗发精与姜集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色，柔顺好梳理。山江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江的花沐浴露、润肤乳同时发售。是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客观的态度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除了佛教，我们也着重于医疗、养生、艺术及慈善爱心动态报道。十方法界卫视，各位好，欢迎再度收看今天的时邦新闻，我是赖基荣，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屏东准提寺陈俊南死骨情怀水墨创作，时邦法界水陆大法会，学习佛菩萨利益众生，古人用墨会员点整，深耕文化美学，学习佛陀清净的生活意，建立正知见，方能不退道心，意识环境的学习氛围。屏东准提寺帮助大众研究佛教文化，推广佛陀教育。准提寺坐落于屏东县新民乡打铁村东兴路142号，到今年已经有40余年了。我们这边是新民乡打铁村东兴路准提禅寺。准提禅寺呢，缘由呢是从这个民国54年这个上月下定尼斯张道尼所捐献给这个我们师公上传下校大和尚。那呢，准提寺呢是以修持准提法门为主。那呢，在70年的时候呢，月定长老尼呢交给我们上传下下和尚来把这个寺院啊交给我们师公重新来建设准提寺。那呢，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整个准提寺的硬体建设，由我的师父圆成法师完成了这个准提寺的建设。屏东的准提寺推动了准提法琉璃心，让当地的民众可以专心的修持佛法，而且一定能够开启净化心灵的门。同时希望佛陀的智慧悲智愿行，能够让身处偏僻村落的一般民众受益。十八县王天元陈局长高雄采访了。以寺庙老建筑和古物为主题，希望能够唤醒大众的思古情怀。陈俊南有一颗老灵魂，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些美丽的东西，老物件因为经过时间洗礼而呈现岁月的刻痕及色彩，更令他深深着迷。
因为爱画图，所以走上艺术这条路，也因为喜欢美的事物，所以古物收藏成为他的嗜好。念书的时候没有收入，陈俊南只能玩一些便宜普通的杂物。出社会之后，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开始有系统的收藏喜欢的物件。早期收藏名义只是单纯作为教书生活的调剂，没想到在日后却成为创作的主题。老建筑也是陈俊南创作最常表现的题材，举凡寺庙、宗祠、传统民居、日治时期建筑等都是他最新的话题，尤其是传统寺庙更是集民间艺术大成的地方，如剪棉、胶纸陶、木雕、石雕、砖雕等美不胜收。这一次个展以寺庙、老建筑、古物为主题，搭配个人的人生阅历，希望能够传达思古幽情，更希望唤醒大众珍惜爱护这些老建筑及民间艺术，让子子孙孙能够世世代代将先人的美学智慧传承下去。时方新闻记者赖金荣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寺即日起举办水屋大法会，也欢迎大众能够共襄盛举。佛光寺即日起至12月9日起届十方法界四圣六凡万云普渡水陆大法会。因为我们一般来说礼请诸佛菩萨，我们都会想说，哎呀，佛菩萨呢千百亿化身嘛，佛的法身遍满法界嘛，好像佛就在我的身边一样。但是也因为这样的观念呢，很多人慢慢的会觉得说，对于呢这个供佛，甚至呢邀请圣众呢，会觉得说好像比较懈怠一点。就像是我常常在讲的，天人是非常的有福报的，你用人间最好的东西去邀请去供养他，他也不会觉得说你的东西有很好，更何况是佛的净土。所以我们能够用的就是我们有最虔诚的心，有你最虔诚的心，然后造成布置庄严，把布置的整齐干净，然后呢尽我们能力的，然后达到我们佛典里面佛告诉我们的如法，然后让这些的呢诸佛菩萨护法龙天看到之后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佛弟子们真的有这一份心啊，为自己也为众生祈福，那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欢喜，那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就圆满了所以水陆内坛的请上堂呢供下堂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为什么在水陆当中呢会特别独立了一个水陆的功德主，就是专门参加水陆内坛的这个就是呢其他的法会当中呢完全没有的。所以呢卢松在这里呢邀请我们各位居士大德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份心，也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欢迎来佛恩寺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阿弥陀佛。佛恩寺也将于12月9日放焰口施食圆满水陆法会。十方新闻黄慧茹、许建立屏东采访报道。透过法会，也请引大众学习佛菩萨的精神，做利益众生的事。跟居士学习佛菩萨精神，做利益众生的事。佛恩寺是我第一个道场，那我在103年的因缘来到这边，那这么大的一个佛寺里面，我发现到说志工很少，那自己就升起了一个心，觉得说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精神，那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所以佛恩寺也给我这个机会，能在这边呢，那假日的时候过来，那帮忙就是做志工这样子。那在这2-3年的时间，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各方面都一切都很殊胜。学佛的期间，我觉得家庭也很和乐，那小孩子也都很乖，所以我觉得学佛的家庭是很幸福的。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哈、有机会的话来共同来学佛，我们佛。我们是有一个菩提功德会，那这个菩提功德会呢也是学习佛菩萨的精神，那做一些佛事，那利益一些众生的事，那我们也会每年来办一些举办一些寒冬祭暖的
去孤儿那边、孤儿院那边哈、去救济那些、那关怀这些弱势的团体。那这也是我们菩提功德会的宗旨之一。那在这边，我是菩提功德会，我叫德宇。那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来共同来成就，那也学习佛菩萨的精神，来加入我们菩提功德会这样子。德云居士表示，佛音寺菩提功德会常举办慈善活动，关怀弱势团体。十方新闻黄慧如徐建议屏东采访报道。借由不同形态的义务活动，也希望能够提高大众的义务水平。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此次展出云集了许多会员创作，展出的作品有油画、绘画、摄影、水墨、书法、水彩等等。另一作品包括雕塑、陶艺与多媒材创作。会员展出的作品基本功扎实，构思巧妙，技艺精湛，意境高远。我们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人来到了第七届第21年。那么在这一次的会员联展呢，我们选定了冈山文化中心这个地方来展演，是这个地方呢刚好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会众多的会员的作品摆设。我们在这里有展出128件作品，那刚好只有这个场地可以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会里面呢有水墨、书法，还有这个油画、水彩、雕塑、陶艺，众多的项目。会员都是大师级，很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那也是教学的老师级的。那么我们透过艺文活动来美化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活愉快，这样子。谢谢。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期待结合更多的人士投入文化艺术行列，达到洗涤人心、端正风俗、净化社会的功效，让我们成为一个富文好义、有礼、富强康乐的国家。时代生活新闻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举办会员联展，希望能够让艺术在南台湾发光发热。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对南台湾艺术推动不遗余力，集结艺术精英，默默地为艺术人文努力，致力于南台湾文化的栽培、提携及深耕文化美学。这个画会的联展呢，就像一年一度的大拜拜。那么也因为有这个会员联展呢，可以刺激会员呢，必须要提出作品出来，所以他们也会更精进。那么在以文会友这一块呢，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也宣扬了我们这个画会，这个画会的这个实力，那透过作品的展现，跟友会也有一些交融，我们也在互相学习观摩这样子。我们顾名思义哈，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嘛，我们是国际性的，那我们崇尚文化。那么在推广这个文化方面呢，也给予两岸，那我们是希望就是从借助艺文活动呢，让这个民众互相就是扩大我们的领域啊，那个艺术领域这样子。可能在这边是筹备一个会里面过程，他们辛不辛苦，然后有什么难忘的？在众多的会员里面呢，要收集这些作品呢，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啊。那好加在呢，就是我们的协会这个从秘书长开始到秘书，还有一些会务人员呢，都非常尽心尽力的配合，然后才有今天我们这么的呈现。尤其在布展的时候，大家都忘情费时，真的是很辛苦。那总算呈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安慰啊。现任黄德华理事长更是推动会员有展出的舞台，让艺术在南台湾发光发热。此次的展出包括有雕塑、陶艺、油画、水彩、国画、书法等作品，都是各方领域艺术家经过长期艺术磨练及岁月累积领悟，
希望能够与您一起产生艺术共鸣。十八新闻王俊文、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